我们的工作人员介绍了我们社区的办事大厅，总书记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交流，问我们现在累不累啊，工资情况是怎么样子，又问了我们这个大学生的就业情况。总书记说，党建一定要抓实，我们基层党组织一定要牢，把以后的工作干好。 总书记来到了我们长城花园社区卫生服务站，看到了我们的药房，询问了我们药品有多少种，只能给居民提供一些怎么样的服务，感受到总书记关心低保的政策落实有没有能力服务好老百姓。总书记看我们的剪纸，看到我们做的手工品，我们的四邻堆绣，很关心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晚年生活，祝福我们老年人呢老有所乐，老有所学。 总书记来，我们都在排练，几个民族在一块跳的，有回族，有汉族，有蒙族，还有壮族。跳完了，总书记就说：“哎呀，给我们点赞，说我们跳的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。”社区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平台啊，我说我的生活呀特别的幸福美满啊。总书记过来以后，打开锅盖一看，铁锅哦，铁锅做饭香。总书记还过来看冰箱，我把冰箱打开。 说里面挺丰富，你们生活挺好，关心民生，你们感觉出来，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就是咱们总书记关心的问题。总书记对社区工作十分重视，社区服务搞好了，社区的公共建设各方面都齐全了，我们在这个社区这个大家庭当中呢，生活也就是愉快的、快乐的、幸福的。相信我们社区会越来越好，咱们的幸福满满。